准备好了，还有半小时哦。你们要抹抹油啊，然后你们这个小兵啊，干嘛的啊，准备好啊，好。四点舞台，马斗走秀。好，时间靠近下午的时间，越来越多参展参观的民众来到我们的刺客方舟第一届哈。来，刚刚进来的朋友，马丁。马丁哥哥，你们这个里面要坐下或蹲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老天，你得你当贼寡，贼寡没有。你就是身材太好了，长太高了，我进来就没这么麻烦。好，来，刚刚才进来我们这个展会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蓝叶，我是台湾国际文字艺术展十届的主持人。非常荣幸，今天我们刺客方舟台湾的本国展啊第一届啊，非常感谢所有的老朋友旧与新知哈，有些已经认识很久了，认识好几年了，十年都有的老朋友，以及我们今年因为没有国外的这个思路，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啦，也没有到非常多，有一些的位置可以让我们新的这些这个刺青同好可以来参展，所以今年呢有很多的新朋友加入我们在高雄国际会议中心的这一场展览。其实不管台湾国际文字艺术展，还是我们这个刺客方舟，就是我们高雄的这一个台湾指标性的一个刺青纹身展，非常感谢大家参加第一年我们这个本国的这个展览。那真的期待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疫情呢，早一天可以明朗那可以让我们跟这个我们国外的兄弟姐妹再度的聚首期待这天赶快到来。那我们搭上这一个方舟呢，心里也是期待的全球的这个大洪水赶快退却，我们大家可以自由的在这个全球的土地上面开心的奔跑啊，这个是我们大家的期望，真的，对不对？你说，对啊，今年大家去年啊，大家都很辛苦，真的。但没关系，我们重燃希望，2021是一个好的年，对不对？鼠去牛来，好不好？我们准备要牛起来。没有起来。各位朋友，为你们带来一段开心的消息。等一下，在 Model 走秀之前，我们 XL Army 又换了一套，准备第三次登场。好，所以请大家赶快进来到红楼里面坐下来。好，等一下四点的时候，先我们 XL Army。的表演之后，我们的纹身 model 走秀。好，再次有请我们的纹身 model， 特别是通体纹身、总身雕、全身作品。无限 HD 频道会员开始招募啦！只要60元就可以当一般会员，每天爽看会员专属的黄标影片；750元就可以当股东，可以邀请摄影师拍你想看的签唱会、记者会、4K 线上直播等。股东还能看特殊神秘的影片，不要犹豫，赶快来加入。